Hello， 我是阿怪，今天要介绍《罪恶王冠》，这是一款由同名动画改编的 ARPG 手机游戏。有必要，我可能会再出一个关于《罪恶王冠》的游戏介绍以及人物招式等等的影片。那这支影片就单纯做游戏试玩吗 ？OK， 我们准备开始了，开始了。现在它是一个 ARPG 的手机游戏，非常灵活。这款游戏叫做《罪恶王冠》，其实等待它真的等待好一段时间了，终于出了繁体了。哇！然后接下来的话，繁体因为在测试当中，所以繁体的话它应该很快就会上市。目前只是单纯的测试，不过已经是最后，应该是最后一版测试，已经在预先注册了。不过他一直放着背景音乐，怪怪的哈。我们试试看这个真，真还好。那灭嘞，必杀技。哦，哎，他画质其实真不错，而且啊，跟各位观众讲一下，目前我选择的画质，它其实是标准。因为避免就是之前有就是选那种超高效能之后，结果跑出半那个的画面，所以我这一次就把它选择就是中上这样子，但是没有让我就是失望就对了，在动画跟动作上面都表现得非常好，嘿。完了完了，追踪弹！有人来救了吗？没有。我们主角要来了。这就是我们的主角，樱满吉。他应该发现女主角吧？是不是要吹个口哨啊？我要跳过喽，各位观众，没有啦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不是我跳过的，肚子饿，你要吃个粪腾吗？什么？竟然用可爱的小熊？这是我们的女主角。她怎么只会唱歌啊？一堆人冲进来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先直接跳过咯。他会发现这一切。他有把完整的动画都表现出来，真的是让大家都值得去等待的一个作品。不料被一群流氓包围啊！留下来吧。有人来救他了，流氓头子。去解决他们吧，流氓头子。这边都是流氓吗？流氓头这么多人，哇，好帅。
太强了吧！他直接连55段，哇！他会不会用大绝招还没可以？我们用大招，大招！哇，太华丽了！英雄救难，其实我觉得蛮抢，蛮抢眼，就是后面的英文 rap。英文即是的。あなたは。来。他们就是的同一个组织的人物。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到主花蜜，也就是说我们连最基础的教学都还没过、哦、他现在在被审问当中，我们要去救他了吗？好、哦、我不想看啊。好，我们继续用我们的女主角。刚刚那个男的还帅多了，好不好？他都是用枪的部分，瞄准。好，我们往左边，往右边，这边啊。还有后闪。哎呀，闪了闪了！哦，暴击！好啦，来用一下。暴气的大绝。哇！哎、欸，太近了，没有中他啦，闪远一点。闪远一点。嘣！暴击！啊，快点，他剩一点点血了。啊，闪远点。哦。暴击！今日作戦区画の全住民を感染レベル4プラスと認定、防疫行動を許可する。终于换我们的，哇！闪啊！快跑！我要回家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我们要找。女主角，女主角来救你啦！我的人生要开始转变啦！我的神秘的右手，他的右手就是可以，从不同的人身上取得不同的武器啊，就是把朋友当作武器使用这样子。我从身上拿出一把剑了，什么都不怕了，哇，无敌暴击！
我们等一下，然后我们打慢一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期待后面那一个九秒。大家知道我那个九秒的意思吗？就是他们那个大招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希望华丽一点。这就是他手上的符啊！哇！哎，怎么打不完啊？是要逃离这个点吗？还是我？哇！他血超厚的啦，我刚刚还担心不小心把他们都干掉。不过男主角的那个能量也太强了吧，随便砍到六万多。时机成熟了，是我们 GHQ 部队展开反攻的时候了。我们终于可以取名字了。OK， 我们终于可以取名字了。取完名字之后，来招募一下啦。到底会得到谁呢？御姐、萝莉，全部都可以啊。我觉得这是套好的，我不喜欢。他不能先装备吗？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切换啊。最多可以三个人了。哦，也特别最多可以三个人了。我们现在是两个人，然后应该是可以切换。对，其实比起崩坏三呐，因为大家以动作游戏都会这样去做比较。我更觉得这款游戏的舒适度更好，而且目前我来讲，我现在只是用中上的品质哦。如果说你用高级的、最高清的画质，我会觉得搞不好打击感什么会更舒服。我们切换一个人物吧，我们切换了，切换之后要等待。他这个应该是用死拳的，对，等于武术的。你先打这些喽喽，为什么？我想等17秒，三月念。哎呦，千万了，我们来等一下，让他打，加打慢一点，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，好，我们来接单。哎呀，二一，好，开始。招式，必杀技。刚刚是怎么回事？他召唤机器人吗？真的太值得玩了。但我觉得最近有一款啊，我觉得它的游戏也不错，目前也是繁体中文要上市。等一下我是按错格了，我不要去打那流氓啊！为什么要打流氓？啊，刚刚讲到另外一款就是动漫改编的游戏叫做《魔法禁书目录》，它其实最近也要出繁体中文版了。对啊，那我之前也是有稍微介绍过它的试玩，我觉得。动漫做成的手机游戏更让人可以融入整个剧情啊。好，我们来切换咯。哦，在阶段。哇，很帅很帅很可以啊。小流氓你又来了。
马上被我秒杀吧！柔柔去旁边，柔柔去跟我的那个一批玩，放个招吧。我真的觉得后面的嘻哈比较引人注目。我来看看我们的队友伙伴。就使用拳击的部分，其他人被锁住了。啊，我们的女主角被锁住了。太可惜，太多人被锁住了啦。其他人都 B 级了，好像不太需要看了齁。好。第一集、第二集，其实他有按照剧情走哎，但我们还要把初级的任务过完，他才可以到开放到下一个剧情。Go！ 相信《罪恶王冠》应该在不久的，应该猜我猜五月可能就会在开放正式版了。对啊，因为目前预先注册已经开放当中，四月已经开放预先注册，所以应该是五月初就可能可以开放正式下载了，或者是五月中啊。我们赶快救人！这里。前面就传送点，快！滚！嘿，我闪，你想干嘛？哎呦，还想杀人？你这个小 boss， 他怎么不理我啊？切换一下，龙卷角就像让我想到东藏。东藏格斗天王里面东藏，就那个日本人东藏，他也是用那个龙卷角，然后踢出一个龙卷风啊，用手才对，他只是比较多脚招式啊，不要，还好我刚按到大招，我不想让他用大招啊，我觉得应该还有王啊，今天的游戏就试玩到这啦，如果还有更多的未上市游戏或者是更多的新手机游戏资讯，我也会再通知大家，也记得订阅我啊，我是爱玩搞怪游戏大怪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啦，拜拜。